啊，没有在更下面了吗？你有没有听到岩浆的声音在附近？不不不，我们一定要挖到那个冒泡泡的石头。冒泡泡的石头，哎、欸，我挖，哎、欸、喂，哎、欸，鱼竿再见。假的，真的，哎、欸、耶，你干嘛？这里是岩浆啊，我挖开就是岩浆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应该是故意的吧？好了，等你继续挖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没有了，没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应该是故意的吧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一切都是错觉，都是错觉。太过分了！继续往下挖啦，继续往下挖。竟然想谋财害命，都是错觉。谋财害命呢？